轻信徒到庙宇最常求的是20到30岁年轻人到庙宇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的答案是 B。大家都很晚婚啊，但谁要问结，谁要问姻缘啊？我是没问过，我是蛮想问的。你追的人很多吧，所以当然没有缺啊，保人不知恶人机啊，对吧？真的，我从来没有求过姻缘，对不起。今晚9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